什么？打翻要盘点高斯奥特曼的形态，就是那个得高斯者得天下的高斯。没错，盘点的越多，打的饭越多。但是每个人只能盘点一个，开始吧。我先来，第一种高斯月神形态。此形态的高斯全身以蓝色为主，银色线条为辅，动作招式和中华武术太极拳极其相似，主张以德服人，必杀技满月光波可以净化怪兽。到我了，第二种高斯日冕形态，此形态擅长各种格斗技能，还集很多威力强大的杀伤性光线于一身，尤其内巴斯特光线最厉害，也称为爆裂光线。贝利亚，你发什么呆？赶紧盘点呢！浩夫，贝利亚肯定想不出来，就是，别管他了，赶紧给我们打饭吧。谁说我想不出来？瞧好了，奥特娘话术。你们好，我是贝利亚娘。哦，好美的奥特娘。好了，现在该我盘点了。第三种高斯日食形态，此形态为超级战斗形态，必杀技为科斯缪姆光线。虽然很强，但必须先从高斯月神模式进化成日冕模式才能变身，而且顺序也不能乱，但是只能在地球活动一分钟。第四种宇宙日冕形态，此形态可以广泛吸收宇宙空间的能量，还能在外太空高速飞行。此形态下的必杀技为终结之环光线。第五种高斯未来模式，此形态是其得到未来能源变身的最强形态。此形态的必杀技为高斯重击，由于破坏力强，达到了宇宙大爆炸的效果。该光线也被称为奇迹光线。奥夫，奥夫，快给我打饭吧。好嘞，你盘点的最多，这盆鸡腿饭都是你的了。哈哈，吃饭去喽。我们的饭。